苗苗分享视频曝光儿子小明，姐弟俩如复制粘贴，餐厅面积超大惹人羡。苗苗经常用摄像头记录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这次更新了春节期间拍的视频，既晒了娃，又晒了豪宅，还秀了恩爱。苗苗首次曝光了儿子的小名叫轩轩，分享了给儿子洗澡的画面，感慨儿子长得好白，还称姐姐小时候也这么白，可惜现在变黄了。把姐弟俩的照片放在一起对比，简直是复制粘贴的画面感，两个孩子都像郑恺，苗苗重在参与。郑恺的父亲也来到了家里，小公主很甜地说爷爷新年快乐，随后她立马就给小孙女送上红包，十分和蔼可亲。苗苗晒出了餐厅，桌子很长，餐厅很大，别墅很豪华，一家人坐在一起拍全家福，很温馨。放烟花环节也相当热闹有爱，苗苗激动地跑向郑恺，画面堪比偶像剧情节。